是蜗居一中店的教练 Bonnie。 夏天要到了，准备好锻炼自己身材了吗？那今天要由我为大家做介绍现在最热门的运动器材 TRS。 TRS 最主要是利用我们自身的重量去搭配出无限种类的全身阻力运动哦。那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动作是 Single Leg Side Squat。 那这个动作呢，训练的部位除了我们单脚俯卧的股四头肌、腿后肩肌群以及臀大肌以外，还能训练到我们悬挂脚的内收肌群以及整个身体的平衡以及协调能力哦。那现在就由我先为大家做示范。用最完美的身材迎接这个夏天的到来哦。